上清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9日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空军华林基地 F-16 驾驶张正志上校17暗暝伫夜航训练了后失踪，各单位透明找找，暗个个呾拢无消息。国防部嘛公布张正志起飞了后上下半夜通联记录，甲三个关键管道，初步研判讲应该毋是机械故障，有可能是出现空间迷航的问题。空军华联基地 F-16 驾驶张正志上校，在这项夜航训练失去联络，搜救任务到即马，人甲飞机拢也未找到。也毋过18早起，海军军舰收到疑似失联战机的信标信号，并且伫失联的所在发现不明的油量，即马加强搜寻。目前海军锦江舰已经在今日动九动三十接收到疑似的信标信号，特集中兵力加强搜索。空军司令向飞机说明调查的情形，也公布张正志在17:02起飞了最后通联记录。他在这个动四分五幺秒，他讲 two time 就是锁定前卫机的意思。好，54秒也是讲了这个同样字，在动5分4拐秒的时候，他讲 two loud and clear， 然后就随着无线电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讲话了。6:06:07，飞机管道7000英尺，速度310海里；21秒时阵，管道4000英尺，速度500海里；27秒时阵，管道零；20秒内，管道由7000降到零，可能已经失败。因为起飞正常飞行到7000英尺的水深，航空器初步认定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无关，有可能是空间迷航。该批飞行员描述事发当时的天气、飞行的录音、操舰等事证。当时操作的环境为黑夜，飞机在爬升过程中有进云，并且在云中操作转弯，不排除产生错觉，导致空间迷航。国防部长陈德怀要求空军 F-16 战机全面体检，也探视上校的看守和家属，强调国军未放弃任何希望。所有的力量动员，所有的搜救的，所有的手段。搜救的任务继续进行，不过18天长期四面侵犯咱西南空域，予咱方放松苦干。外界质疑长期连续侵扰台湾，增加空军的负担。向飞机讲，长期两台加西南空域用兵的规划，由嘉义 F-16 加台南的 IDF 加屏东基地战机负责空中的应该任务。这边 F-16 以外是例行的飞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项不幸，总统蔡英文已经要求空军 F-16 战机全面停飞进行检查。总统也要求要查明真相，该负责的要负责，该检讨的要检讨。另外，国防部也表示 F-16 战机在这段做检查的时间，会由歼国号战机代替备战的任务。空军华联基地一架 F-16 战机。16夜航训练起飞了后失去联络，目前还搁伫个搜救当中。总统蔡英文17表示，这位飞官张正志是国军真重要的人才，要求所有的单位袂当放弃任何的机会，要彻底调查这件代志发生的原因。空军已经将 F-16 全面停飞进行检查，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哦。那该负责的就负责，那该检讨的就检讨。蔡英文也要求国防部，国防战备袂当放任，也拜托所有民众给国军上大的支持和力量。国防部也表示 ，F-16 战机全面停飞，进行天安一号的特检。这个期间由歼国号的战机接替战备任务并无问题。因若外界质疑讲，敢是因为最近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和相关的人员机务压力超磅，才会出大事。国防部也请外界卖乌白药来影响军心。我们不会做任何的预测或公布可能的原因。那花莲基地昨天的这个事情也是例行性的训练，夜航训练，这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执行的。所以说跟这所谓的西南海空域是毫无关联。这架失去联络的 F-16 战机是1992年甲美国买，伫咧台湾使用超过20年，因过伫咧台湾已经有7架 F-16失事的记录。为1998年开始，也乃1999年拢总有3架摔落来，造成两个飞官不幸过往，一个人失踪。2013年，飞官吴干廷伫咧飞行机摔落来的时阵跳伞被救起来。2018年6月份，伊煞伫咧执行任务的时阵弄着伞来殉职。经过2年外，
即马阁有 F-16 战机出代志。针对代志发生的原因，国防部表示，调查报告伫完成进程袂乌白推测。另外，飞官执行任务进程一定会按规定困有到八点钟，未来卖甲这部分纳入去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神机 BNT 公司宣布他们的疫苗买来的时间，上爱买结果保护力有够成功，副作用轻轻啊，唯一较严重的就是无爽快，人会神神。这几天就会向美国申请紧急的使用授权，若是有批准，就是头一间上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药。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神机公司 BioNTech 顶礼拜宣布。新冠病毒疫苗第一遍中期分析有90%的防护力，18国在测试后期的实验结果，疫苗防护力到95%。95% efficacy means that vaccination reduces the risk for infectious disease 20-fold. Protection works also well in people older than 65 years of age. And we have observed here 94% protection. Our safety analysis so far indicates is well tolerated with a benign safety profile. We will transfer our documents fo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most likely end of this week to the FDA. We are confident that if continue to closely collaborate, could happen that we get an authorization till mid of December and could start to provide the first millions of doses of vaccines to the regions where we get an approval or an authorization. 这边试验收集的人数4.4万人，其中一半做两种疫苗，中人21天，另外一半是做安慰剂。受测试的人里面有170人感染，其中8人是来自疫苗组，其他162人来自安慰剂组。重症患者18人，1个人来自疫苗组，9个人是来自安慰剂之组。这种结果显示疫苗有效果，而且副作用真小。唯一较严重的是会亚线，地主第二剂了，有3.8%出现症状，另外2%会头痛，严过症状真紧就无去。伫咧年纪、种族甲族裔方面，效果同款。会当予全世界使用，因按算年底进程生产5000万剂，会当供应予2500万人次，明年生产13亿剂，会当予6.5亿人次。对辉瑞加 BioNTech 来讲，虽然新疫苗将保存伫咧-70度，配送的难度只个那比爱伫咧-20度的莫德纳较悬，但过也是真有信心。法国、比利时拢已经开始配送的准备作业，德国冷冻仓储也出现需求量增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咱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12月初开始要实施秋冬的防疫专案。对12月份开始，包括咱个人回国嘛爱加3天前体检阴性的报告。另外有8大类的室内场所嘛爱强制挂嘴安，若无遵守，相当会罚款1万元。在国内新冠肺炎再增加2名境外移入的病例，按6.7是30几岁印尼籍女性移工。11月12日来台湾工作，集中检疫期间出现脑痛、规身骨酸痛无讲，尾仔发烧、流鼻水，才甲检疫所人员讲安排采检确诊。按6.8是本国籍60几岁男性，长期住伫美国，11月12日回来，入境时阵无症状，居家检疫期间出现肩膀酸痛症状，采检了确诊。那有相关的接触者我们也就在医调那把他有些列为隔离的对象。全世界疫情阁真严重，两国境外移入个案也增加。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一开始启动秋冬防疫专案，边境检疫措施要求自12月初一到明年2月28日，所有入境或者是转机的旅客，无论是本国籍或者是外国籍，拢要检付登机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的阴性报告，那无会罚10万到15万。缴交阴性证明最主要是担忧，在一段时间如果有大量的病例的时候，那会把我们的医疗的量能会有所承担不足，所以不得已才订定这样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怎么天气较冷啊？除了新冠肺炎，也够期待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最要求8大类的高风险场所要强制挂嘴安，包括病院、诊所、护理之家、托婴中心。高铁代替接运客运公车、客运车，海空运的航班也过航站大众运输。生活消费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展览馆也过零售店。另外，图书馆、社区大厦、科技中心、
电影院、集会堂、体育馆、活动中心、美术馆、室内游乐园、喜欢娱乐的歌厅、舞厅、酒吧、酒店、KTV、健身房，宗教祭祀包括寺庙、教堂、灵堂，七公包括银行、邮局、各级政府机关的服务场所。无管虽然坑都未听，罚3000到1万元。因为最近传出几多件印尼籍移工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自11月20日开始，印尼籍移工入境，包括产业移工加社会移工，拢将改做集中检疫，也暂停4间印尼外国联立中介公司中介移工来台湾工作。那也可能因为他们规模比较小，所以相关的一些管理上面就比较容易没有办法那么的上轨道。好，所以针对这样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我们就停止他们那几家的训练场所要进来。指挥中心强调，为了防范国内医疗体系伫咧秋冬季节同时面临新冠肺炎加流感的双重负担，国内医疗院所对无出国旅游史，严格有可能是疑似个案，扩大通报做采检，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各地拢是好天。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是好天，温暖的天气，只有伫东半部的沿海会落阵雨。温度方面，高温有29度到32度，昨伫南投市有测到35.2度的高温。严格各地气温是20度到22度，日时暗时温差真大。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下晡有一道较弱的风面会通过，东北风也略略增强。伫这方面的北部、东部会变天，变较淡冷，有诶所在雨也较大阵。啊，若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透东南风，西半部空气品质无啥好。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感冒式的提醒。啊，若台西伫今仔日透早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北部过道了后，空气品质嘛无好。另外，因为欠水的问题，对昨开始，嘉义、台南水情的灯号已经转做黄灯，暗时会降低水压。台南市政府也要求各机关爱欠水、爱惜水资源。今日台南市有名的观光景点葫芦广场，内底送水池已经搭起，十八起。台南地区水情灯号转为黄灯，正伫暗时啊减压供水。为了配合抗旱，台南市府决定自十八起暂时将送水池关起来，也毋过园区游玩开放。我也希望赶快下，因为现在各地都有开始缺水的那个。窘境了，因为有水的话，一定会更多小朋友他们会一起来玩。可是如果现在是因为水情，就是缺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也是，就也只能这样子。星期正在尾声，台湾要进入大水期，也不过水情不好，根据以往的经验，降雨量只占大约一成，所以中央旱灾应变小组会决议，十八区除了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地区有望会持降压降水的黄灯，搁新增加嘉义、台南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进入枯水期以后，枯水期的降雨量大概只占全年降雨的10%到20%左右而已，我们要把它做最有效的利用。另外，针对外界所关心每年一级调作甘的降水，水利署也表示将在这个月里个开会讨论。我们把这些水拿来做农业灌溉，常常连完成这个稻作的这个农业灌溉也不够，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能去处理说我们的枯水期现在会降下比以往平均的雨量更多的雨量，特别是在连风水期降雨就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渐渐洪台并无为水库及水库带来明显降雨，大水期了后面对的恐慌更加严重。现在中央在海应变中心也暂定在1月25日再起再度召开会议，到时阵可能将讨论决定明年一级调作甘是休耕。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天新闻台换脚步过，目前中天新闻台伫第52台，谢人要报这个课 ，NCC 是主委是单耀雄是表示讲，会尊重系统的业者，也毋过是希望社会会当予公共集团一个机会，公司甲华视拢讲要争取，环宇新闻嘛有兴趣。来看《苹果日报》，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阿兄金正男，2017年伫马来西亚被暗杀了后，伊的后生马丁奎多蒙。美国《纽约客》杂志伫11月16日刊出一篇报道，关北韩组织安怎协助金正男的后生多蒙的过程。因一家伙仔对澳门来台湾，嘛伫桃园机场停两天，才搬回飞机飞去荷兰。来看联合报。国父纪念馆20号宣布讲，伫明年初要做改建工程，这是成立半世纪以来头一摆大规模翻修，会恢复建筑师王大宏上起头先的设计，有镶白的大树啊，大树啊，麦当甲破坏景观砸掉时下的大孤单砸起来。来关心，咱全台湾上大片的订修案，桃园航空城，虽然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强调讲有提出优惠的安置配套，但过当地民众是积极讲，并无大的争议，所以嘛，伊阁讲伫11月2日要招2000人去桃园市政府的门口靠空机。团结一个家，团结一个家。大声喊口号，要甲家园讨倒转来。居民认为讲政府违法失职。用增加介绍的征收因的土地，无要以基础正义，这居民方便爱配合政府的建设，换来算是负责爱重建家园。因按算日子要招航空城的征收户2000人去桃园市政府头前抗议。无厝好住，拢会烦恼哦，一间换无一间好住哦，政府安尼无公平啦。像我们家的透天是建坪60坪，它的补偿金额只有400多万。那居然在这个以屋换屋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负债，我们还要成为新一波的弱势。全台湾上大的区大征收案件航空城，经过10年的讨论和规划，11月初9发布土地征收的公告，上正进入实际开发的阶段。桃园市长郑文灿虽然一直强调讲已经推出优待安置的配套，不过也是引起在地居民的反弹，认为补偿的计数无法度让有新的住所。简单来说，如果钢筋混凝土造的一坪合法的是9.8万的话，那么在非合法的部分呢，可以提高到8.8万到9万块钱之间。针对这点，市府回应讲，会考虑合法甲非合法建物的补偿。征收后的居民，若换所在家己起厝，除了土地补偿，还有重建的补偿，连非合法的建物，嘛拢会当摕到合法建物计数的90%，差不多1.9万。要若要安置主体的人，若是土地甲建物，总补偿费。无够通好买上细间房型的安置主体，计数差价的部分，嘛会拍八折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伫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400万例，死亡人数有13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607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例，日本超过1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100万例，印度超过891万例，巴西超过591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54万例，法国超过211万例，伫英国已经超过143万例。中国在疫情确定了后，现在开始对公民记者算忠孝，要抬价加高。有一个英国是做律师的公民记者张典，2月份的时又去武汉报道当地疫情，5月份的时煞汹汹红抓起来，检方认为伊黑白报假消息，所以爱吃罪。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日，我是张展。YouTube 的影片上尾一届更新停在5月13日，中国公民记者张典2月中为上海去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武汉，而且用自媒体的形式报道当地疫情甲患者等等的情形，所以去予中国政府点名做记者。5月中在武汉去红脸去，那是张典，包括陈秋实、彭斌，还有李德华等等在武汉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之前的少年算失踪，尾手证实拢去红脸去。我希望方斌不要面临一些压力，强迫他认错。张典9月底去用移送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法院审理，最近会面临到刑期。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张典从指控去武汉了后，透过微信、推特等等的平台，用文字和影片等等的方式，发布大量假信息，挑工散布武汉市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行为真恶劣，会以损毁自由罪追究伊的刑事责任。检方建议判4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可能这个对于当局者而言，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据报道，张殿红掠走了后，绝食表达抗议。中国海外民间组织引导中国的理事王建宏发起要求百人的联署签名活动，目前已经有要1000人参与。伊那张殿是陕西人，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毕业，而且摕到硕士的学位，永过嘛捌做律师。之前因为伫个网络顶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煞去互报复，所以无法度正常做律师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甲国防部长示头露了后，即马阁宣布讲要甲国土安全部网络基础安全局的局长甲换掉，认为安全部对总统大选的安全性声明无够准确。另外，已经当选的拜登已经开始咧找官员，要组新的政府团队。美国总统川普一个经由推特开除官员，这摆予伊洗头路的是美国最高网络安全官员克瑞布斯。川普不满指出，克瑞布斯对这摆大选安全性发表声明真无准确，选举明明出现大量不当加诈欺行为，所以解读克瑞布斯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加基础设施安全局长一职马上生效。不过这项做法外界无意外，因为路透社早在几天前就引用消息人士报道，讲克瑞布斯因为经营谣言控制网站，破解选举的错误谣言，甚至帮助澄清民主党人士做票，引发白宫不满。而克瑞布斯早就有机自己被开除。川普选后一直经由民社加推特发文指控选举作票，因讲每一届拢被家族经济甚至稳重。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7举行听证会，检讨社群平台审查，并且压制新闻报道，以及处理2020大选手法。For any system to work, I believe there needs to be a transparent process that people feel they can trust. This will be difficult, especially since our country is so divided.But I believe it's the only wa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or the long term. 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是在17任命竞选总干事迪伦是白宫副幕僚长，长期跟拜登关系密切的顾问唐尼伦跟瑞契提分别担任总统高阶顾问跟咨询顾问，把最贵黑人国会议员连线主席的李奇蒙是被任命为高阶顾问跟白宫公众参与办公室主任，这也表示伊必须抗拒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席次。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驻中国重庆的总领事史云森在顶礼拜勇敢跳入去溪水，救一个渡水的女学生，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误导。严格当当时，其实边啊徛一堆中国人，因敢若看拢无动作，颠倒是外国人随跳入去救，即嘛嘛引起检讨。在重庆附近的中山古镇，拜六游客真多，有一个女学生伫咧翕相时阵。可能是涂骹伤过无顺利跋的水，迄人阵英国驻中国重庆的总领事徐云森人拄伫咧现场。It was pretty clear quite quickly that she was in trouble. She couldn't swim and she was submerged. Then she came up and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女学生被水冲到桥的另外一边，边的人一直喊，就是无人落去救。不受过救生员训练的徐云森，每回腾起来就随跳落去救人。So I got to her quite quickly and turned her over, but she wasn't breathing and she was unconscious. So I really did fear the worst for a few moments actually. 这个时阵有人把救生裤啊弹落去，把徐云生跟女学生拖进花，然后这个女学生也开始恢复喘气。When she started breathing again, it was just a really, really, really deep sense of relief. It was really, really.徐云森讲，尾仔这女学生要来解释多些，几件代志伫网络传开了，引起大家讨论。包括中国外交部也对徐云森的影响行为表示侮辱。网友也质疑讲，现场迄当阵这么侪人，拢无人落去救，顶多是徐云森讲，这是伊应该做的。I'm back to my day job very very quickly, so I'm not getting carried away with it for sure. 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有一个极限运动跳伞的运动员，名叫做雷菲特，两天前在训练的过程中熊熊过身，消息一传出来，他的支持者都很不甘。拍到喷射装备搭配改良过的背饰，法国极限跳伞运动员雷菲特就像漫威电影《钢铁狼》内的英雄人物，直飞天顶。今年二月才挑战全球上悬摩天轮杜拜之眼，官方摄出画面，让人看了真恶露。原本也打算继续极限挑战的雷菲特，即马却传出在一场沙漠训练不幸身亡。I can fly like
like a bird, you know, kind of. It's like I can fly like an airplane, but I'm outside of the airplane. 对于意外，细节并无提供。雷菲特所属的公司只伫面册证实事的消息，并且打出一张黑白相片，肯定雷菲特是一位有才华的运动员，受爱戴甲尊敬，也是全所有的思念拢甲伊同齐。36岁雷菲特爸母也是跳伞运动员，对极限运动真热爱，过去捌挑战甲上大客机阿联酋航空 A18 同齐飞，也保持一项相关跳伞世界纪录。为迪拜的哈利法塔跳下去，种种事迹都让人真懊恼。只是爱表演高速空中跳机的雷菲特，即马都无法度阁看到伊伫空中的身影了。目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民航局表示，已经接手调查这个事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在安娜，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红枫城的官员同意这项开发协议，打算开$1,200,000,000在红枫城设半导体工厂，会提供支付$2,500,000来改善道路、水源这些基础建设。美国总统川普这边今日提出申请，要求威斯康星州两个民主党选民上座的军要订计票，也指控这两地违规上届严重。为了要求验票，川普这边已经拿$3,000,000。加拿大头一摆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支持重大网络犯罪威胁的政府，也表示加拿大烦恼外国的有心人士有可能去扰乱电力系统。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中天新闻台的执照，12月11日到期。NCC 昨昏进行换执照的审查会，结果七个委员拢无同意让中天新闻台换执照，因为因内部的管控机制失去功能，而且违规的记录也真严重，甚至大头家、大股东蔡英文也有介入新闻制作。七位委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NCC 审查中天新闻换照案件，最终七名委员决议不爱换照，主委陈耀祥亲身说明理由，并且回应媒体提问。违法记录非常的严重，104年到106年这个3年之间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违规记录。107年以后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违规记录就逐渐累积。NCC 指出，中天新闻在6年执照期间，前3年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不过后来这2年半时间，违规大大增加到25摆，罚款1,153万。而且中天新闻民众申诉案件在105年、108年数量拢真悬，占整体申诉案件30%以上。除此以外，要大股东蔡英文直接介入这部纪律。他们的大股东，蔡衍明先生呢？直接间接的介入中天新闻台直播的事实，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这个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内部沟通、内部的谈话，这个也是告诉所有财团要买媒体，在经营过程里面，你还是得去尊重这个新闻专业之主，要必须跟新闻呢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你媒体提问是不是言论的失手，但姚雄表示反对这种讲法，认为拢依照行政程序法进行，程序已经考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官司也已经做好准备。抗议我们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刽子手，中天一直在说台湾不能有只有一种声音，这个是对于所有媒体从业的人一种侮辱，只有一种言论这种说法呢，基本上它是停留在党国时代，台湾在民主化数位化以后，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中天新闻台执照会在12月11日到期，除了行政官司以外，劳工的工作权也可能受影响。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即阵也无收到公司申请大量辞退劳工计划书，也提醒若是要资遣员工，必须要符合相关规定。而中天综合台是以付付款许可执照来换发。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昨日报道发出声明，认为这是台湾自改革30多年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上黑暗的一天，也强调为着员工的工作权，一定会提出救济证书。也不过民间团体认为 NCC 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强调新闻自由不应该被拿来做假新闻。NCC 驳回中天新闻台申请，无要让伊换照。
中天电视台下晡发新闻稿，用 NCC 已经达成政治任务做标题，批评今仔日是台湾戒严30多年来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上界黑暗的一天，而且指出所有人拢知影蔡英文政府甲中天新闻关起来是要叫因掂去，强调讲这是政治裁定，宣告台湾已经长的时代来临。因若国民党立院党团嘛伫下晡开记者会，认定这个处分是宣告政府行倒去一权时代。1118，我们看到了是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果然，一个新闻台就被关台了，也宣告台湾的政府走回了过去集权集权的时代。中天甲国民党团拢认定这件代志照剧本咧行 ，NCC 根本就唔是独立机关。不过，公民参与媒体改组联名对 NCC 是表示肯定，认为 NCC 正做独立的机构，做出正确的判断。嘛强调讲，中天新闻台去互裁罚甲警告23次，罚款超过1000万，内控失灵，而且存在违规。新闻自由无代表媒体会当无顾虑报道的品质，完全无受到规范。甚至有些假新闻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会认为这不是真正新闻自由。如果没有做事实查证的话，这也会带来让民众有一些负面的，甚至引起更多的民众的情绪，或者是对国家可能产生更大的伤害。总统府回应媒体讲，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这个换照由独立机关 NCC 依法审查，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同款，而且无一个例外。针对审查的结果，总统府表示尊重，行政院也说尊重独立机关以伊的专业甲依法所做的决议。不过，中天电视台坚持这是违法的处分，为了新闻自由甲全体员工的工作权，一定会提出法律救济程序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宣布讲，进前50岁到64岁的民众暂停注公费流感预防针，要搁对12月份开始会当继续去注射。之前是因为避免50岁到64岁的民众会去影响到其他高风险族群，才宣布讲暂时无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啊，不过因为即阵高风险族群拢已经注甲差不多啊，所以政府已经宣布讲，对12月初1开始，50岁到64岁的民众想要去注公费流感预防针的，拢会使。镜头来高雄，高雄港渡客运的司机去甲议员陈情，讲因一直拢有过路上班的问题，而且公司嘛无照劳基法的规定来行，互班甲班之间会当休困11点钟以上。高雄市的劳工局是表示讲，会去加强稽查。客运慢慢啊开入总站，上班尖峰时段过了后，司机总算会当休困一下。不过高雄市机关接到港岛客运司机陈情，表示公司当年来拢有过路公车班表问题。前是常有发生，后来就是被劳工局开罚，他没有经过劳资协商，甚至没有经过工会的讨论。有没有进行相关的专案的检查？为什么会让这样子司机过劳的情形一再发生在高雄市呢？港岛客运高雄市市股挖一半，到今年领交通部和公车业者的补助款挖210万。不过根据高雄市劳工局统计，自1803年开始，确实当年违反劳基法，总件数达到11摆，比其他同业较悬。都烦恼司机过路会影响乘客安全。要11个小时，那个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跟劳工局也谈过，他说你没有办法拉开11个小时，你最少也要8个小时以上这样子。罚则是20000到100万，那我们会针对他的那个违法的次数、违法的情节，再考量要不要加重。港岛客运解释，因为公司夜间尖峰时段出勤率达到90%以上，隔天工也有早起尖峰时段。因为劳基法定出轮班过11点钟以上的休困时间真难达成，应该以特殊行业制定规范。也毋过劳工局强调，会加强稽查并且开罚，对业者违规的部分会影响到当年交通部给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提出新的旅游补助，昨昏宣布5大方案，其中有一项就是鼓励过年的孝亲专案。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讲，只要大房率比去年同期减30%的店头，拢会使参加。详细内容一礼拜内会公布。行程是入住2个晚上，那就是预定的大名。对。电力高通宣布，高雄5大补助方案其中，春节孝亲专案原本锁定800G投掉，无管其如数，也唔过因为受到其他管企业者的抗议，政策大转变。在安心旅游期间，相对来讲，去年
来比啊，这个业绩少啊啊一定的比例啊的才会作为适用的区域。交通部推春节校庆专案初步规划，预定明年二月七日到十三推出，补助对象限定55岁以上，每房补助1500，持有身份证会当补助300，算下来等于会当得到三暗多数补助4500。适用的饭店条件甲去年同期比，营收细提30%才适用。另外，倒一挂县市适用，可能改做全台适用，预计一礼拜内公布正式方案。那你也要考虑到一般人的习俗问题嘛，就比方说长辈他会有拜拜啊，全省的话等于是跟上次一样，大家就往中南部。交通部表示，春节好庆专案关定目标，其实是为了被疏解南宽车流，并且协助，就算是经过安心旅游补助，饭店大用率又还是严重西提区域。也不过中南部民众真会议，意思良心，也不过欠考虑民众实际状况。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坐火车，因为他们觉得上厕所很麻烦。你要是进饭店6000-5000块，阿拉免阿去。观光局表示，春节好庆专案属于第二六港方案，预算大约是2亿，所以符合标准饭店无上限。观光局会做评估，专案还未定案，执行细节等由观光局研究中。林佳龙也答应，未将安心旅游预算提早用完，必须提前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台南。台南有一场真特别的慢走比赛，全部拢是民力家家的受用人。那阵摕到分组的前五名，佫会使提早一个月报加息。啊，记得跑回来啊！好，预备。等到丢碟开始进场是真心色，提醒大家都要会记得走倒转来，因为18早起。在台南明德外业工业这场落跑，参赛者全部拢是受用人。明德因为土地面积有260公顷，所以每一年拢会办落跑。外一间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我们刚好都是户外，而且我们这个工作的道路也是很环境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从106年开始就开始办一个环山的一个路跑的活动。比赛分组青年甲壮年两组，而且每一组的前五名会当提早一个月报加息，吸引100亿的受用人来参加比赛。不过，因为八月中，并着捌发生受刑人多家的风波，嘛，让人烦恼讲，敢会有人趁这个活动逃走出去？也那家家这边是强调讲，迄个逃走的是个案。这个都是在我们机关的范围里面，管理人员在旁都有在旁边的。一个路线是一个单独一个环山的路线，这样回来，我们沿途岔路点都有一个人员跟医疗人员随护在后面。唔，那受用人袂少人来参加比赛。等校长杜崇登也亲身参加壮人组的比赛，摕到第七名。杜崇登强调讲，比赛真正的目的，唔是为着要奖励，是受用人对自我表现甲要求的实践。透过比赛来检讨家己，甲提升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去高雄，高雄另外国际街头艺术节伫一礼拜六要起过，全国头一个大型艺术表演社区，有127幅图，带乡亲做伙来看。坐上高空机，油漆工人照图油漆，一幅一幅的大型艺术壁画。社区40几年的厝变甲敢若新厝，也当地感觉规拢变少年起来。也为这礼拜六日夜，今年度的高雄另外国际街头艺术节掀开序幕。要克服高度，然后还有颜色的比例啊，物件的比例都放大了。它本来是眼睛是睁大的，那我们心想这样子觉得有点那个，所以我们想说叫它用合眼的方式，最起码看起来就比较温和一点。艺术节今年已经进入第五年，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甲台湾这25个国家，总共55名艺术家分别创作127面的壁画，一条彩绘大道，也佮有主题巷啊。尽管创作受到疫情影响，国外艺术家无多来台湾作画，也特别来协助设计草图，结果交由台湾团队创作。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因为可以带动就这边社区的那个发展。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大型壁画创作，用颜色去翻转这个老旧社区。除了以往历史静态模式电视壁画，今年头一摆推出夜间的灯光表演，以制作商大型壁画为底图，用停色设计投射灯光表演，让民众敢那感觉图画伫水底飘叮当，和规个壁画动起来。科长讲了后，各国艺术家一贯的接受来采画，打造台湾具特色的户外美术馆。记者自荣合报道。由文策院所举办的创意内容大会，利用科技的新技术，结合台湾原创的内容，把各种影片的情景，全部拢变到民众的目睭前。
用 VR 装置体验原始比例天桥顶的魔术师剧中的场景。创意内容大会的未来内容展示区，拢总十六件作品，规划四个展区，有大脑视野、机体延伸、意识探索空间以及 XR 体验。展览规划者吴伟伦表示，虽然展区加入侪侪科技运用，不过未感觉有距离，展到会当伫遮找到心内温暖。这一次我们针对用 5G 的力量，然后去让台湾的森林的一个森林剧场，它能够原始重现在这次的展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 5G， 然后跟光合作用跟树叶都可以一起发展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亮点是，这一次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台湾第一次用大地艺术家跟科技以及 VR 跟 XR 他们形成一种混合体的状态，然后在整个土地里面做对话。利用 5G 网络播送先进优酷伫白沙老庄山剧场的画面，运用科技打破空间的限制。那虽然它不是像其他的展览有 VR 体验的，可是它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360度的幽人神谷他们在山上的他们的训练，而且这个训练是即时传输过来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有真人，就是直接在现场示范。那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非常的特别。再来看另外一个展区，台湾 Hype， 因为疫情取消伫全球上大展会西南偏南艺术节的展出，展都有机会伫台湾头摆公开。展览透过传统民俗、科技加数位创业结合，呈现台湾的丰富不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大展区，然后它其实从不管是从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然后还有就是永续环保这一块，然后还有我们的新创产业。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底层是台湾的产业，但我们放进了像是互动艺术啊、工业设计啊、建筑不同的文化面向，然后希望能从我觉得各个角度去让大家看到台湾真正的一个美好跟新的可能性。台湾 Hype 展区号召30组团队交流合作，重新呈现传统产业的力量，打开研发加创意的各种可能。2020创意内容大会伫今仔日正式开幕，主办单位文策院表示，唔呐要让国人看到台湾内容产业的丰富，更加要杀去国际市场，让世界看到台湾无限的创意力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即阵啊，家己沿海的乌鱼子当在收，啊，毋过渔民嘛烦恼讲，天气若反热，亲像即几工同款，安尼乌鱼子就会伤色。加上即马受疫情影响，有一寡餐厅生意拢受影响，嘛烦恼讲今年乌鱼子的价钱可能无啥好。甲乌鱼为阮啊拍起来，要来了解乌鱼子目前的状况。家己关沿海用是乌鱼子，即阵啊当在收成，但是即几工天气阁开始变热。渔民烦恼乌鱼子的过熟，是够影响着乌鱼子的价钱。连续三天哦，三天南风就拢去了啦，拢过了啊。因只要放乌鱼的吼，拢足烦恼这个天气的啊，因为这个天气的先会使讲是吼乌鱼子的杀手啊。去年的时阵吼，800几块啊，今年600几块啊，迄个差百外块啊。乌鱼子是半岛冷盘的主菜。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餐厅店都变少，嘛影响到乌鱼子的需求。为了惊天气影响到收成，渔民嘛摕家己的乌鱼来饲，看什么时阵才是会当砍的时机。这几天有这个南风天下来，温度上升，然后市值的就很多，蛮多人来市值，会早一点处理这样。嘉义县乌鱼养殖面积有400多公顷，一年产量有645吨，占全国32.5%。但是疫情影响到需求，现在又还是收成的时期，渔民希望相关单位同道三工。我们会有一个加油好市集的一个市集，那我们全国10大乌鱼子的业者啊，也会到那边去摆摊，来启动我们嘉义乌鱼子季的开始。渔民表示，乌鱼子里头北风是开始大，拄到反热会让季过熟，唔但影响到大小，也影响到口感。有听天气讲拜六礼拜会反寒，会再来等看卖。如果乌鱼子真正无够好，只好再等一年，时到才来拍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啊，那即马嘛，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坐飞机出国，一寡过来台湾的新住民就无法度返去后头厝，所以即马伫彰化有民间团体带新住民甲因的第二代来了解台湾文化，嘛做社区体验，嘛去彰化的八卦山啉在地咖啡。来到八卦山咖啡的山区，马上闻到咖啡的香味，当然嘛爱啉一杯咖啡。
老师阁带大家去咖啡园行行，看卖咖啡厂制作啥物样。我二十岁了，现在五十岁，就在台湾已经三十年。那是三十年的话是，是台湾是我第二个故乡了。在台湾的土地啊，在台湾的人都是有一些感情。那我很喜欢，很喜欢，就是一直留在台湾。所以我希望说，我孩子以后他长大的话，他也是用这种心态来护爱台湾。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棒，就是可以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东西。真侪新住民虽然过来台湾遮侪冬，不过有一挂所在因拢唔捌算过。主办单位带因甲因的第二代做伙来社区行搭，嘛了解在地文化。我们新住民姐妹留在台湾，因为疫情，所以没办法回娘家，所以我们就跟文化局申请了那个社区营造计划，让姐妹呢来介绍我们花坛社区的产业，让我们在娘家的家人虽然说不能来到台湾，我们也不能回去，可以让家人也了解到我们台湾很平安很快乐。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花坛是社区体验活动的头一站，这的新住民不但体验，也会用文字、相片、拍影片记录，用他们的母语介绍台湾给故乡的家人朋友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街友，大约十年前开始在市政府就跟一些里长配合，提供给街友一些拼公园扫街路的工作，让他们有石头可以赚一些收费，也协助他们可以稳定生活。当日台北中校公园内捡本碎偌新鲜，之前抱有一段在街头四界流浪的经验。我之前就是在流浪啊，日子真的很难过，现在就是扫公园而已啊。啊，不过有正常安尼有薪水，会使家己顾家己。对对，微薄的薪水可以付租金，够付租金，然后三餐也吃得饱这样子。无厝通住的日子点滴在心头，后来是靠着市府社会局的帮衬，来到中正区的县市里来做散工，伊才渐渐脱离掉家有的生活，中国转来到这个社会世上的运作。他们现在社会局有这个政策嘛，说可以到社区来啊、来帮忙哈、那就是一天做四个小时有500块，啊，再看我们里长愿不愿意。那我听到这个当然很愿意啊，因为我们里内有一些绿地嘛。你就安排简单的工作，和亲像赖先生这款生活有困难的人，通领到一份薪水。社会局差不多十年前就开始甲中正区、万家区内里长来配合，提供55岁至65岁，也是身心障碍等等，但是有劳动意愿的家友伫遮做事，会选伫这两位，主要是因过统计，遮的家友占超过80%。那台北市大概在12月底，每次夜访大概都是500多位街友，那500多位街友里面大概有85%会集中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我们万华区。那目前我们每一年大概可以协助100位街友脱离街头，好来独立生活，但是也会新增100个街友左右，所以它是有移动性的。街友来来去去，不过根据着社会局的风气调查，台北市的街友要游玩，阁有500多人，这个数字这几冬大概拢维持着平衡，希望会使透过着更加侪工作，和更加侪街友通转来到原地社会来过日。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雕花出口大国丹麦，饲水貂的养殖场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且伫水貂的身上各方检出病毒变种。当地政府原本是讲要甲1700万只水貂拢总杀掉，也毋过这个政策随化停，主要是因为反对党认为讲这无科学依据，而且嘛影响经济。关在真下人来好奇探头探脑，无有真古锥，将水貂拢唔知影家己要互人抬命分。丹麦几啊间水貂繁殖场爆发新冠病毒感染，貂身上的病毒产生变异，可能为何针对？为阻止疫情加避免日后影响疫苗的免疫效力，当局10月底开始杀只染疫水貂，然后阁宣布将境内所有1700万只水貂杀死，阁动用军队来斗三工。We're taking all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actions, including
the culling of all remaining mink in Denmark. Let me also clarify that outbreaks among mink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as we have seen it in several countries. We are taking resolute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outbreak of the mutated virus. All remaining mink will now be culled, including non-infected and otherwise healthy mink. 病毒可能传染人的记录，马上引起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关心。专家认为，新冠病毒一直变化早就不是新闻，社会拢有在关心。不过，水貂养殖场的感染风险，确实比其他动物养殖场高真多。And what we understand is the minks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contact from humans. It circulates in the mink, and then it could pass back to humans. And so there's always a concern when you have circulation and transmission from human to animals, and then animals to humans. I think we need to wait and see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bu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come to any conclusions about whether this particular mutation is going to impact vaccine efficacy or not. 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at the moment.That it would.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正出名的大石头，首长岩高度超过900公尺，是八石头滚动的魔王关卡。啊，不过美国有一个选手艾米丽·哈林顿最近是成功挑战艰难的路线，嘛成功正做头一个在27点钟内只靠双手就爬起顶冠的女性。在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边，首长岩这片石壁高900公尺。一般游客拢是徛伫地下举头欣赏，不过34岁哈灵顿改写历史，最是空手爬首长岩上困难的金门路线，一天内就爬到上顶头，是第一个爬起嚟的女性。Free climbing on El Cap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tyles of climbing。空手爬山壁是讲无靠塑胶楼梯、顶啊即款工具，干那靠手脚甲脚踏天然地形。身躯顶只个呾绑一条安全索啊，即边野怪变速度危险性搁较悬，半路头搁去撞着。In order to free climb El Cap in a day, you have to cut corners. There was a part of me that thought that, but there was this other part of me that just knew that I deserved this. I owed it to myself to try again. 伫出发21点钟搁13分钟了，总算爬到上顶头，感觉阮是真够爬山壁的未婚夫两个男做伙庆祝。哈灵顿去年也捌挑战过这条路线。严格无顺利，摔着伤，上机无成功，这边总算成功。The process of putting yourself out there, the process of getting scared, the process of being uncomfortable, the uncertainty of it all is what I think makes it valuable. It's what makes us realize who we are. 哈灵顿自10岁就开始攀岩爬山壁，摕过几多遍的国家甲北美洲的冠军，也挑战过喜马拉雅山的珠峰甲澳洲的勃朗峰。一般若爬首长岩，拢爱开4天到6天，用各种路线，伫一天就通爬起哩，就正少数上赞的选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30度。南部温度上低21度，上高31度；东部温度上低21度，上高30度。外岛的温度是19度到28度。感谢收听收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